来，在这里哦。它会咬泪的。我要怎么打开？那在哪里啊？在那里啊。你要叫它来啊。来来来，哇，鸭鸭来了。鸭。鸭。哇，鹅来了。哦，很漂亮哎。来，嘿，哦。喂鸽子也来了，喂鸽子，喂鸽子。小乖，丢给鸽子。太远了，妈妈丢。喂，叽叽呀呀。来，鸽子。哎呦，你看鸽子在吃，有没有看到？哦，全部都来了，全部都来了。哦。赶快喂，快一点，快一点，快吃饭了。妈妈教你不教我来当这个了。喂，叽叽呀呀。这样子，小乖在喂啊。小乖，赶快喂吧。哦，连飞的都来了。连飞的都来了。我看到E的吐司。哇，全部都跑来了。刚刚都没看到这么多只鸟。全部都来了。哎，有的吃。哦，哇！那边一群又冲过来了。小龟在喂谁？桥那里。哥哥，你要前面一点，怕他吃不到，他不会咬你。那边有一群。他不会在里面。呱呱呱呱呱。小妹妹跟他一起呱呱呱呱呱。那是玉米粒哈。大小玉米。小妹妹呱呱呱呱呱。小乖也在喂叽叽呀呀。那两只不吃，不是他们的事。这是鸟在吃的。哇，鸭鸭游泳来了，游很快哦。你看，游泳来了。你再赶快给他，赶快你丢一颗，丢远一点，他就飞。哦，这样子会都跑上来哦。丢在一个哥的脚上。丢远一点，丢远一点。小乖来，爸爸丢在一个哥的身上。丢过去一点，小乖，你丢太近，他都跑上来了。快点，快点，来呀，来呀，这里。蜥蜴小树要丢在你身上哦。不要。哦，又飞过来了。哥哥，你一直掉给他。哦，下去下去，不要去别的地方游。下去吃，下去吃，楼下在楼下一楼。好了好了。